成龙松口想要认回小龙女，却因为这个原因直接放弃不认，现在却默回应五个字令人心寒。成龙早前为宣传新片《十二生肖》接受访问时，毫不避忌提到自己年少无知的荒唐事。他说：“我拍的电影要可以给我儿子、女儿、全世界看。”这一说法，莫非松口承认了他和吴绮莉所生的私生女。娱乐圈里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的私生子传闻真的不少。对于大人们来说，或许这只是一时激情或逢场作戏的产物，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真是一生的巨大伤害。吴绮莉在17年前为成龙生下小龙女吴卓林，今年18岁，去年才公开出柜认爱，没想到日前却被爆流落加拿大街头，在超市崩溃喊我要找我爸，之后更和网红女友一起拍影片求救，开头第一句就是我是成龙女儿，看起来认父心切。吴绮莉在没有名分之下生了小龙女，母女多年来相依为命。接住小龙女进入叛逆期，母女不但屡起争执，更传出小龙女自残住院的消息。据悉，成龙看到女儿如此失控的行为也感到很难过，但因为不想再跟吴绮莉有所交集，所以一直都没想和女儿来往，直到得知她住院的消息才开始有了见面的想法。去年有人劝成龙说要秘密安排他去医院和小龙女见一面，成龙对此并不反对，但希望过程能完全保密，但最后因为大家都没能保证会滴水不漏，所以最后父女会面的计划才无疾而终。近来母女又因各自都有情绪问题多次发生摩擦，包括吴卓林报警称吴绮莉涉刑事恐吓，母女关系决裂，吴卓林后来又疑因压力过大自残入院。今天又传言至吴绮莉在暑月前和女儿吴卓林完全无法取得联系，担心爱女的吴绮莉曾为此报警，不过吴绮莉表示你们不要胡思乱想，我相信她的朋友，她身边的朋友都是好人。不过对于是否已经和女儿见面，吴绮莉只说会用电话联络，并表示女儿现在正和朋友在一起。吴绮莉随后又被问，对于香港警方的失踪人口调查组曾对女儿朋友展开调查一事是否知情，吴绮莉则说我不清楚，接着说家事就是这样，她早已经交代一切，且认为家人就应该互留信任，也要互相迁就。没想到事情爆出后短短一天时间，有网友在路网爆料在加拿大看见小龙女与其女友，还曝光超市监视器画面，只见小龙女满头白发，看来相当落魄，加拿大籍女友则头戴灰色毛帽，身穿黑色羽绒服，小龙女甚至在超市收银台崩溃喊我想找我爸我妈，我知道但是我妈。据了解，小龙女在加拿大当流民，在无计可施下只好搬出爸爸成龙的名字，希望店家收留，目击者更称
手上还拿着一床破被子。其实小龙女母女近期关系再起变化，吴卓林日前与年约30岁的加拿大籍网红 Andy 交往同居，并在 IG 宣布出柜 IMK。 对此成龙仅以他开心就好五个字冷漠回应。监视器画面曝光后，让许多网友对小龙女处境既同情又可怜。不管怎样，小龙女吴卓林经历了同龄孩子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楚，父母早年犯下的风流债不能让孩子来买单。小编衷心祝愿吴卓林能健康快乐的生活。参考来源